攻读《论语圣训》第二册第329页，来自协助有缘众，苟节不变行包容，发而众节本岗位，逐物忘却良知人，各存各心各守分，自反切实勿为臣，和而不同忠信言，从检点身心检点，勿以善小而不作，勿以恶小戒律轻。大道不传的木铎正敲响，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。但愿众生都登上法航，没有人身处苦海汪洋。启开一心门，试透真与假，生命已不再无助和彷徨。前贤带领着我们回航，道真理真四海共宣扬。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，一个修行人的清净殿堂，在人间一样的快乐天堂，有我有你，我们携手奔康庄，岁月美好，世界同安详，调剂快乐天堂。